对啊，不是一样的道理。七百，八百，他会找你五十。我们只是想把师傅零钱投进去，我们是体验投零钱的感觉。那他要几个钱？他要八千多，七九千呢、啊？对啊，他要七。5900，还要6900，7900，8900，再一张，他就会还你的钱。对，所以你刚刚到底在投什么？对啊，我不知道什么。现在开始发售普通家庭卡，请稍后。然后等个十秒钟再掉出第二张。我没有拿掉，他不拿，不拿。没有，他要慢慢再出来。